Hello，大家好，我是哈姆。好的，来往我们的原神，今天是6月25号。那我们把那个传说任务给 ending 吧。那这个森林奇谭我自己再打好了，反正还有9天呢、啊，我就不录了。我们今天就把传说任务稍微玩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可能原神会暂时休息一阵子。就是不录了，但是我还是会玩啦，就是我还是会做做日常，然后有想到做任务就做任务这样。哎，我找一下哦，棉龙之章，好，这边应该是要去庆功宴。米西前几天问我要不要打活本，可能要给迪卢克练那个圣遗物吧，打圣遗物吧，但是我就。打了也没资源练啊，反正我这个迪卢克是用那个啦，用哪一套？用那个角斗士啊，一开始都会拿到角斗士嘛，就用角斗士而已啊。然后这是冰封迷途嘛，然后这是绝远，然后这个是翠绿之影，就封套。我现在就4套嘛，哦，这个也算了，这也是角斗士，这边还有一套。那练满的话就2套而已，就这一套吧。这个冰封迷途练满，然后角斗士也练满，然后夜兰的目前正在练，快要练满了，再几天吧，把它刷一刷就可以。好，刚刚那个对话大概知道哦，就是如果你有在看我原神的影片的人，就是我会休息一阵子吧，因为下礼拜要出那个赛马。赛马娘的话，今天已经可以先预先下载，大概6月27号吧，可能是礼拜一啊。礼拜一出赛马娘嘛，赛马娘的话很红啊，在国外很红，在日本很红。它有动画，有动漫，但是我都没有玩，也没有看过人家的影片，我就当做直接试玩这样子。那代理商是 Komori Game，就小萌科技。好，我们先把这个任务解一解，回来我们的游戏。找在哪里？哦，在这边庆功宴嘛，这边应该要 ending 了吧？反正这个我的原神观众没有很多啦，因为毕竟我隔了1年半才又回来玩，大部分会玩原神的人都已经有固定的频道在看台。而且有的人都是想看攻略嘛，不会想要看你游玩的过程，可能是这样吧。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找攻略嘛，看攻略。反正如果出2.8版的话，欸，现在是2.8还是2.7？2.7是不是？假设出2.8版的话，我会录吧，我会玩啊，因为我的主线任务是跟得上的，是可以直接玩。那传说任务的话，想录再录嘛，想玩再玩。好，我们今天就把原神告一个段落，就感谢大家收看了哦，收看这个原神频道，原神的影片3个月，哦，大概玩3个月，包月也包了，哎，我包几个月啊？包3个月，对，我包3个月吧，哎，2个月还3个月？好像3个月，应该是吧，我包3个月。玩3个月包3个月。見届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稲妻の未来がどうなるのか、私には予測できません。しかし、私は明日天領奉行と和平交渉を進め、和田積島の平和のために最善を尽くします。要和谈呐、皆さんのご尽力があったからこそ、このような困難な戦い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あ。まえ、した。有那个皆さん精に灵，感謝しています。精灵我こ都の没有祝賀找会啊。は、ここにいるすべての方に用意したものです。苦労して勝ち取ったこ其の实勝主要利をしっ是，かりと楽因为如しみ果我まし花ょ时间在原神上面，我就不能玩别的游戏。那我频道最近那う。宴个も順調で、观看人何数の問題次も起数き吧，なくて、哦本当越によかっ低越た。低，然后加上人は楽最近しない気个持ちになると、收益很低呀、誰かに打ち明け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高まる傾向啊，にあるようです。已经养不活自私己の了。ために、もう少し情報を集めていただいてもよろ毕しいでしょう竟か。
你如果光做这个没有流量的话，是没办法的，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有些直播啊，或者 YouTube 会去接业配，想办法接业配养活自己。好，业配这种东西就要合作啊，我都没有去跟人家合作啊。虽然有事，有时候都会有来信啊。欸，他说要跟民众说话是不是？这个鱼贩怎么在这？三五宮様のおかげで、就是有时候他要你们做影片帮他宣传。そうだな。俺たちにとって一番最近的一次是那个蚁族，海に出て魚を取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蚁族这个游戏吧。就一个蚂蚁的 SOG 游戏，有来信说要帮做影片。他是直接贴出一支影片要多少钱这样，我看了一下，哎，价格还不错，还可以。然后之前很多都是要我自己开价，我也不知道开多少价。それが今はようやく少しずつ良くなってきたんだ。聞いたよ。メカジキ2番隊の隊長なんだ。有的是要做好几只吧，做四五只。この戦いに勝つために手を貸し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さっき取ったばかりのこの魚を君にあげよう。受け取ってくれ。あ、给我鱼食。気にすんなって。いいんだ。君がいなかったら俺たちはまだ腹を空かせてたかもしれない。恩はしっかりと返す。知恩图报。三五宮様に教えられてるんだ。对啊，这个知恩图报真的是很好的、很好的那个。これは受け取っておくよ。ありがとな。人性吧，是不是很好的人性？每次都看到那个日本311海啸，都会说台湾捐超多钱，然后日本人就很感谢这样。之前去年疫苗我们缺的时候，他有捐啊，捐疫苗给我们用。我们那时候没有疫苗，都买不到，很惨。私もその噂を聞いたけど、去年最惨的时候买不到疫苗，日本捐了很多疫苗吧。でも兵士たちがそわそわしているのは私も感じてたわ。ほら、あそこの兵士を見て。ここ希望赶快过去吧，至少七八九月赶快好起来，让我们的经济赶快恢复。恐ろしい。经济这种东西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せっかく戦争が終わったんだし、もうこれ以上何も起きないといいんだけど。要蓬勃发展。私が知ってるのはこれだけよ。もし気になるなら、每个人都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刺激经济。门市都倒光了，店面都倒光了。餐厅都要结束营运了。好，调查可疑的士兵。他在干嘛、啊？就你哦、喔，他们一直戳，你是赵信是不是？我乱讲的、啊，赵信。就以前 L L 是以为是赵信啊，拿枪去捅人家屁股。お前は確かメカジキ二番隊の隊長。そうだったよな。また罪島に戻ってきてたのか。え、这个游戏里面有三国元素。一人で逃げたのかと思ったぜ。真厉害，他的那个璃月没有把一些三国元素给带进来。三国武将啊，帝国軍にとって一番大事なことが。这个游戏没有合作，我觉得蛮奇怪的。そうだ。お前にまだ帝国軍。有玩过手游的人应该都知道，手游之间都会合作啊，就 X 嘛，那个游戏 X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戏 X 三国无双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抽三国无双武将，比如说大乔、小乔，比如说其他角色甄姬啊什么的，或是貂蝉啊，那就可以用貂蝉在里面玩游戏，玩这个原神，那不是很正常吗？因为很多手游都这样啊，合作、欸、要跟你打哦，哎、欸，我才50等哎、欸，天哪，你怎么这样啊？我才50等哎、欸。为什么你在那边卡住？这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奇怪的 bug？ 你不要卡在那边好不好？这个太弱了。落ちて。落ちて。
这个有点像之前那个战斗的时候，就是武斗赛、武道会，他就让你必赢嘛，因为他考虑到我们有人没练，我就没练50等而已，完全没练，什么圣衣物啊，什么都没有。三国の宮様が選んだお方、お前にはまだ戦う意志が残っているよ。如果原神要合作的话，要联动，要联动哪个游戏最好？お前なら俺たちを理解できる。可能要联动性质相近的吧，联动萨尔达。俺たちの仲間になって。萨尔达那个林克在里面玩。啊，你不是抄袭萨尔达吗？那时候吵得沸沸扬扬的。天領奉行とファデュイの結託は、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そう。十位学的游戏。そんなことばかりか。我不知道在别的平台有没有。因为有时候现在游戏平台大部分都不会独占，有的会独占。任天堂它比较容易独占游戏。他就要强，也不说强迫，就是希望你买他们主机，然后玩这个独占游戏。对，任天堂游戏有些他们自己的游戏在别的平台是玩不到的，因为是独占游戏，你只能去买他主机。他们在说什么、啊？你认真看呢、欸。反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任务给做完。就这样。准备下礼拜玩赛马娘，可能会尝试玩一个礼拜吧。好玩的话，我就一直玩，玩到觉得不好玩，先不要管流量怎么样，就先玩玩看。このことを三国の宮様に言いたいのなら好きにしろ。だが、喜欢美少女的可以玩玩看。赛马娘已经出第二季了吧？但是动画我都没看。好，回去找星海，将真相回报给星海。不实在，我没有注意真相。我讲我的赛马娘，他讲他的。那你们就看你们要看剧情，还是听我在那边乱讲？好，我认真看一下，那个士兵到底怎么了？とにかくそういうことなんだ。以节奏来说，原神节奏算慢吧，就剧情很慢的。边领奉行勾结愚人众，其实是他们编造的。破坏和哦，原来是要破坏和谈。那本来就会有主战派跟组合派啊，鹰派跟鸽派嘛。每个政治团体啊，或者什么，都会这样。有人主战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军机，他想要去。爬升嘛，想要当官啊，想要爬升他的军阶啊，想要有战功啊。所以那种军国帝国主义的话、啊，到后期就会很严重。他们就只想要去侵略别人、杀别人、打别人，然后抢别人的资源，然后自己就可以军阶一直往上爬。人都是这样嘛，往上爬。然后他们就全国都武装自己啊。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去生产经营的那种能力了，他们只能去侵略别人，所以帝国主义就是一直扩张，一直侵略别人。因为全民都在做这种事情、啊，什么做武器啊，做兵工厂啊，侵略别人、啊。天領奉行の自衛を攻撃して戦争を引き起こしてしまう可能何よりこのことに参与している私たちの兵士の数がわからない以上。人員を変えても結局意味がなんだか。ご心配なく、兵士たちの考えは間違った。明日。好。圆满结束，然后要调整时间了吧？不是。好，第二天10点到12点继续调整一下。他自己弹一下。我没办法啊，好痛苦啊！啊，好痛苦啊！啊，不行，10点啊，11点半算了。Hello， 哎，10点到12点没有？哦，要第二天是不是？要过一天是不是？可能要过一天吧，过一天。
哦，你要过一天才可以。这个很可怕，如果我们的时间是可以这样调整的话，你们愿意吗？如果可以倒退的话，就跟那个遥控器一样。有一个那个电影，就是有一个什么神奇遥控器，可以去快转、暂停、跳过。啊，就遇到痛苦的事情，他就想要快转跳过，就一跳跳跳跳，一下就跳到他功成名就，然后又跳跳跳跳跳跳，跳到他结婚生子，然后跳跳跳跳到他老了，有够夸张的。然后因为他都很专心的一直工作，然后就失去了家庭跟小孩这样。没事的电影啊，名字叫什么忘了，什么遥控器。激しい言い争い、戦いの火花。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しかし、渡辺島の兵士たちが渡辺島の荒人神の巫女としてこの席を担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这个战争很麻烦啊，我们现在还在乌俄战争嘛。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要缺粮、缺石油、缺天然气。好，前往和谈现场。哎，我不知道要玩多久，但我就尽量玩。哇，这个我都还没来过哎！天哪，怎么办？比较近是这里啊，我就从这边过来吧。你看这个到期，有些地图我还是没开过，就只是当初只有过来开一下就离开了。300多，我们从海边过去吧。好，我们就滚过去。那我们就神力灵活穿过去。还有怪哦，不理他。不理他，这个也可以拿来赶路一下。神体灵活，这个遁地其实速度也蛮快的。好，出现了那个九条加那个谁啊？九条沙罗是不是？哎，对啊，我刚刚一开始那个疑问真的蛮正确的，为什么原神都没有跟人家合作啊？他的 IP 太大，没办法有人跟他合作，是不是？ところで、なんでお前もいるんだ。はい、彼女は通常会合作就是手游可以互相去蹭对方热度嘛，有点相乘的意思啊。因为你的 IP 有时候也会给人家去合作一下，在别的游戏出现那个雷电将军，那还是很酷啊。那人家就想，哎，原神以前玩过雷电将军，我想要抽，他就在别的游戏抽雷电将军。那原神就可以赚一笔那个版权费、授权费。像这些 IP 啊，这些角色都是他们的资产，这都可以卖钱的。这些图像啊或什么都可以卖钱。那我们是玩游戏而已啊，他不会找我们麻烦。我们是负责玩游戏宣传而已。目前很少听到有这个做游戏的人说你用人家游戏的版权不可以做，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之前那个电影有啊，古阿莫不是有被告，他都把人家电影的画面截取，然后讲的很好笑这样，或是不好，或是很烂这样，就被告了。可能和解了吧，可能就花钱和解吧。毕竟他还是拿了人家的影像嘛。那能拿到的部分就是他的获利部分吧。那我们这根本没什么获利啊。我根本没什么获利啊。沙布業に完全に委ね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だが私の知る限り、
但是我觉得版权方应该是可以提出申请，就是那个申诉。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做法。ご心配なく。それにましてやこういうことはだったらひとまず治安について話そう。担当直入に話すが、渡積島の治安部隊を天領奉行の当分の間、それは不可能なことです。不可能なことなどあるまい。天領奉行が稲妻の治安を。他要把那个兵力弄过来就对了。渡積島をこのまま例外にするわけに。卑劣な苦情けめ。貴様らはファディと結託し、俺たち渡積島。哎，你没听到你们老大在说话吗？你插什么嘴啊？野郎ども、苦情けを信じるな。俺に続け。你有病啊！我们在和谈，你在干嘛、啊？之前那个乌俄战争和谈是啊，那个有的那个重要人物都被下毒哎、欸，真的被下毒啊，有点夸张啊！就是事后都传出他们那个身体不适，然后喝了水很有问题，还是怎样？因为那个俄罗斯那边的那个掌过有没有掌权者普丁，之前有传出好几个那个例子，就是把一些那个政敌下毒，新闻说的我不知道。所以理论上和谈不会有士兵在旁边，那很奇怪啊，每个人都拿枪哦，拿枪和谈，然后一言不合就开打。很奇怪，我是说现代啦，现代。ただ勝つ。状況が変わりました。あなたたちは横で待機してください。因为我们是比较文明的社会吧，但是也不够文明。あなたたちの思いは理解しています。死那么多人。あとのことは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九条さん、このことについて我々渡積島。ああ、少し待ってくれ。ぜ、お前たち二人。两个人有问题哦。いえ、お前たちは本当にファデュイと結託しているのか。怎么可能在这边说啊？それは直接串供啊。結託とまでは。就是你質問兩個人的時候，你要分開質詢。戦争を引き延ばすために。不能讓他們一起問，這樣會串供。それで、这基本的嘛。どうせ害もないと思ったので、ですが、私たちは同意した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ただ、彼らに渡すに九条様。私たちは彼もういい戻って罰何がどうあれそいつらは協力どころか最初奴らの目的ファデュイの主力はすでに稲妻あの女の部下かわあ那个女士再见稲妻をまた混乱に導こうとしているいつか必ずはこの件に関しては女士我都还没去打女士应该可以打すまない我这礼拜今天才刚打那个风龙跟那个北风狼今一度和平交渉を続ける機会を女士没打过我，然后另外一个公子也忘了打，这礼拜没打。自分たちのことですら管理の行き届いていない点返す言葉もない。现在的感觉就是主线任务做完之后，你就没有一个目标，就剩下把传说任务解一解。那所以很多玩家如果他主线任务解完了，传说任务解完，世界任务可能也解得差不多。他就只是养草，长草而已。这游戏都长草，就只能在那边养生啊，每天就没事做，就上线做个日常就下线了，大概就这样，就等改版更新这样。哎，想不到，我本来想说今天把这段解完，就这一段还这么多啊。我们还有没有战斗啊？新的开始 ，OK， 新的开始。难道说要结束了？没有战斗？我们这个神体灵活在这兒。三国の宮様あなたたちがことを起こして天領奉行が信じられないため結果から見ると
確かに当てずっぽ。しかしサンゴノミア様、このまま戦争を続けることを望みます。私が戦争没有赢啊，理解はできます。没有输赢啊。ただし戦時中、就是你要发动一场战争之前，你要知道如何结束战争。曾经某个将军讲过这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所以现在战争没办法停了，因为那个俄乌战争就停不了，因为本来想要速战速决嘛，那谁知道乌克兰那么猛，撑那么久。不过他们现在就退到那个乌东那边嘛，新闻有报，乌东比较靠近俄罗斯啊，然后那边都他们阵营，就很难打。所以乌克兰现在就吃土，就他们都是防守武器呀、啊，不能给他们那一种。像我们也都是，我们也都是防守型武器。他不让我们有进攻型武器，因为进攻型就可以打到他们本土去。那这样两边打起来就很严重，两边就会人民都死光光。何にせよ、軍法による処置を受け。はい。では、我现在宣布。処置を言い渡します。宣布怎样？今日より秘密軍隊を設立することに決めました。渡隅島の安全を守り、一切の危険を島から遠ざけてください。そして。あなたたちと同じ考えを持つ。三国の皆様、就把你们换职位啊。今回の交渉から見て、九条家も当分の間は平穏を保、渡隅島が平和を望んでいるとはいえ、自分たちを守るくらいの力は必要です。一人一人が戦いの場で幕府の武士を二人やっつけられる。一打二、这么厉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五郎のところで訓練を申し込んでください。今後は何が起き、もし次またこ、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んな機会を与え。え、为什么他们这么有气泡？他们不觉得奇怪吗？やっとこれで適切、なんだかまたエネルギーが減る。好像都有气泡，然后在水底世界一样，海底世界一样。好，秘密基地。秘密基地，我们已经知道在哪里了。哦，因为。沙喜有找嘛，在那个树的旁边有树洞这样子，但他站在外面。OK。ご苦労様でした。はい。ゆっくりと、やはり人の多い場面交渉などは今度からごそうでしょうか。でもあら、以前は勝つことだけ、しかし今になって私の歩むべき道、今の私はまだまだ未熟者ですが、干嘛那么依靠我们啊、奇怪。もう少しだけ渡隅島に残り。好、终于完成了。他说待续嘛，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第二章啊，有没有第二幕啊？目前还没有看到，我目前没有看到。就是你解开的话，如果他有的话，会有第二幕，就像那个雷电将军一样，这边天下人之章第二幕。我这边还有一堆没有解啊，这个每一个至少都要两三天吧。就是以我这个解的速度啊，所以有这么多嘛。如果认真玩，可能要再玩个一个月吧，可能要玩一个月吧，不然三四个礼拜吧。然后这边是邀约事件，邀约事件就有点像那个恋爱文字游戏吧，有事件，然后可以去分歧，然后去解出很多各种结局。玩过一次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吧。就之后再见吧，我之后想录的时候就会来录一下原神了，搞不好就没东西录的时候就跑来录原神，至少我会先玩一下赛马，玩一个礼拜看看怎么样，应该啦，搞不好玩一天就不玩也不一定，不知道。
好，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那我们之后原神再见喽，大家拜拜。